南投县政府规划真久的东埔原山区景观改善计划，已经申请前瞻计划向中央营建署争取到3亿5000万的经费。为了宣传这个好消息，光复观光处伫咧18号来个东埔停车场举办盛大隆重的开工典礼。观众人民前欢喜宣布，伫今年底时间完成雕刻，东埔原山区就会当街头画面重现风华。在地乡亲用老一挂布巾，食济当河南博文山区中心街头外面大工程动工典礼，在光复观光处的积极规划争取下，新乡的东博文山区景观风貌形塑，甲生活环境路网的计划工程，在中央经建署的大力支持下，将会当正式来动工。东埔它是在整个台湾，它是心脏，那也是台湾，它可以直接看到台湾的最高峰玉山。那这里有18重溪的3个山脉，所以这里是台湾最美最好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把它重建起来，让台湾人毕生必来的一个地方，每个人都要来一次。那么这个总工程费啊是3亿5000万哦，啊，我们要把这个东埔啊，已经一甲子的东埔啊，把整个这个公共设施、道路、水管，啊这个电线杆啊，都一并要通把它整合，啊，让它该地下化的地下化，啊，该这个形象造手新的形象，我们都会有全盘的计划。光复观光处争取到3亿经费，加上会同信乡公所合力募集的5000万，将也当替东埔温泉区来街头画面。要进行的工程项目是非常多，因此光复的公所强调，所来一年工期中，尚需要地方业者和民众的共同配合。之后，让我们所有的全国乡亲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地区，那让我们东埔温泉区整个居民也会来配合这次的一个工程。我们新义乡公所也会在做好一个地方的一个沟通的协调一个工作。这么庞大的经费，我一直是跟那个县府协调说，可不可以把整个东埔村纳到里面，这么庞大的经费能够一次的把温泉区还有整个部落有所改善。可是因为林建署的关系，他把范围就缩在这个温泉区的部分。因为是针对温泉区的改善工程，因此美中不足的所在，就是并无将部落区也共同纳入，做伙提升绿美化建设。因此，机关专门在呼吁未来政府会当多多来针对东埔的部落区进行补助甲建设。记者金山昌报道。